一段情。哎，姑娘，哎，来来，哎，哈喽，来过来来。怎么啦？这个你拿着。这干嘛的？问个路嘛，来，你拿着。哎，你这姑娘还嫌少呀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洛，阿洛，来，你拿着网，我问个路。你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你问路就问路呀，拿钱干嘛呢？我这不是看你背这么多东西，不好意思的嘛，就给你点钱。哎哎哎，你等一下，等，你这小姑娘今天脾气咋这么大嘞？老板，如果你真有钱的话，你可以把上次我卖给你的那个腊肉钱给我呀。那个腊肉呀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这十几天一直在忙，给忙忘了。这个你先拿着嘛。这钱我不能要的，我要的话我只要我那个腊肉钱。哎呀，你先拿着嘛，那个腊肉钱我下次过来给你带上嘛。那拿着。那也行，但是我这个钱是不能要的。你下次如果再上来的话，你就把那个腊肉钱带上来就行。啊，那也行。就是我问一下啊，那个张家湾是要怎么走？你要去张家湾？对啊。张家湾你这里还远着呢。有多远吗？40里的样子。那多久能到？2-3个小时。两三个小时呀？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，就是这要怎么走？前面直接就是前面有一个岔路口，你要右拐，右拐原本你的样子，然后你再左拐，左拐又直走。对，停，你都给我说懵了，你看这山上是吧，信号都没有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刚从镇上回来，卖腊肉回来，然后我也要去张家湾。哦，你也要去那个张家湾？对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给我指路，我带你上去。是我身上太脏了，我怕弄脏你的车。没事嘛，也不脏呀。你看你都给我说懵了，在这山里边，我信号也没有，导航也没有，我还着急上去有事的吗？那坐你的车多少钱？不要钱的嘛，你给我指路就行了。不要钱了。哎，等，等一下，你这样，你看着随便给，行吗？给你20可以吗？20？你给我这么多，都够我加2箱油了。可以吗？你这样，你给我5块就行了，5块够我加半箱油。哎呦我的妈！5块就够了。啊，走了，上车了。那我上了。啊，对，上。你要给我指好路啊！你这么着急去张家湾干什么呢？上面都没有机会人家住了的吗？你对那上面的村子很熟悉啊？那有个20多岁的女孩，好像叫什么达心，你认识吗？你找她干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朋友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吗？说这个女孩挺淳朴的，也挺漂亮，很能干，我就想着哎过来看看。对象？对啊，你知道他家在哪儿不？我知道啊，不过你还是别去了吧。怎么了？那女孩不会是又丑又黑又胖吧？你才又丑又黑又胖呢，人家很漂亮的呀。哎，那你这不让我去是啥意思呀？你对我有啥想法？人家才没有呢。那你为啥不让我去啊？那上面的路很难走的，就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村上，他上去光走路还要走半个小时呢，路很难走的，就你这样你能上去啊？哎，你说这话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，他再不好走我要得上去看看嘛。你坐好了啊，给我指路就行了。阿洛，我们这是到了吗？对，我们到了，我们需要走这个小路上去，然后翻过那座山，下去就是。就这个山吗？对。那麻烦你了，给我指路。没事的，不要小心哦，这个路不好。啊，行。我们到了。啊，就这里吗？对啊，就这里啊。这，
这不是你家吗？我要去那个达新家呀。对呀，我就是呀。不是你不是叫阿洛吗？你别给我开玩笑了。你那个拉肉钱我会给你的。我就是达西，啊？阿洛是我的一个小名，他们一般都这样叫我的。走吧，我们进不去是，吧。有这么巧的吗？你们村是叫这个张家湾？对呀，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这很正常。我们村里面本来就只有我们四户人家了嘛，然后还没嫁人，就只有我和我妹妹，经常会有相亲的人上来的。哦，是这样呀。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坐吧，我去给你弄点水喝。哦，那个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嘛。没事的嘛，你吃了饭再走嘛，吃了饭再走。那个不麻烦吗？没事的，不麻烦。那行，那谢谢了好，你先坐一下嘛，先喝点水，我去摘菜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麻烦了。没事的。阿洛，那个之前不知道是你，有点尴尬。对了，就是你之前不是说想着等你妹妹稳定之后再考虑你的事情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妹妹那个啊，情况？没有，怎么会呢嘛？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相亲对象，他前面对我挺好的，他说的是要跟我一起照顾我的妹妹，后面我想着我把妹妹接过去嘛，他就对我妹妹各种的嫌弃，对我各种的不耐烦，然后我妹妹就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。后面就分开了。这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提起你那个伤心事儿了。没事的，都是过去的事情。那介绍人有没有给你提过，就是咱俩相亲这回事儿？有，他说过，有一个男孩子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很有能力。啊，所以我今天就过来了嘛。哎，阿洛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家里面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我在抓鸡。不是，哎，那不用了，你随便做点就行了。这鸡你给它放了吧。没事的嘛，家里面没什么菜好招待你的，我哎，们做鸡吃。这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，真不用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都抓到了，你看。哎，我还要回县城呢，有点急事，我今天就不在这吃了。你给鸡先放了吧。很快的，你吃了再走啊，嘛，都不用抓了，不到用，了。真不用，你给放了吧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。